周杰伦日前爱相随，跟着老婆昆凌远赴美国为新电影做宣传，十二日还曾晒出在车站的帅照，没想到这帅气的身影也被别人意外捕捉到。有位婚礼摄影师在修图时竟发现新娘背后有杰伦哥乱入，不仅如此，另外一头还有昆凌牵着女儿小周周，正面无马照首次曝光，真的太幸福了。照片一发就立刻引起话题，粉丝们都羡慕着。